我们的台湾政府非常厉害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有1000块都可以参与鸡蛋进口大赛，请农业部出来面对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国家鸡蛋标案大会的资格？我们在这边请教一下陈吉仲，不然是非可以这样颠倒的吗？是非是可以这样颠倒的吗？火力